这是一群千禧年后出生的孩子，十年前被父母送入同一所幼儿园。把你们打成肉泥！父亲父亲，亲打父亲！我不想交朋友。你还需要生多长时间气？时光流逝，孩子们长大了。明天早上起床，我就想，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什么时候我才能不用学习了呀？他很重视自己成绩，而且他是有目标的。我这涂掉干嘛呀？毛病啊！对吧？你涂错了不行啊！一发脾气，这个世界瞬间就灰暗了。我不能医，十五岁儿子啊！如今正迈入青春期的他们，将如何突破青春的困惑，选择未来的生活？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我会一直坚持走下去。现在的选择就是说，我现在要去追寻我的天命，还是更适合传统教育。传统化教育，我估计早就被退学了。当你人生当中经历一些波折，经历了一些让遗憾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会学到功课。只要你肯付出，不管白人还是黑人，你也能用你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来超越他们。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再到大学。这是一群中国零零后孩子的成长故事。快抱住球，抱住球，抱住球，很好。然后再下一个转回去，然后下一个转找他。找谁了？谁了？注意集中点。很好。池逸阳在美国一所学校上高中。这个暑假他回到北京，在一所儿童橄榄球俱乐部担任教练。对，好的，不错。对，我要抓旗子了啊，一只手顶住啊。好的，不错，好的，兄弟。因为我比较喜欢橄榄球，然后我希望就是能在中国发展，然后要让它发展呢，就得从小孩开始培养。带小孩其实非常有难度，也是非常难呀，特别的难。主要是他们不太听话，然后没什么专注力，所以说你得就是使劲想办法让他们能专注，反正是挺锻炼人耐心的一件事。红颜色的也得把我们那个红颜色的拔掉吧？对，一会儿轮到你们进攻的时候，他们就要拔掉你们的旗。我进入橄榄球之前的生活，说实话挺没目标，就是也不知道以后想干什么。橄榄球就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池逸阳在巴学园上大班，他浑身充满力量，热爱运动，一到野外就格外兴奋。来，后边的李总，请让池逸阳把开关打开。对对，请抓吧抓吧。池逸阳特别有男人气，他领着男孩子显示出男孩子的那个比较非常明显的特质。你看他天生就是这种人，教室那种小小的马呀马车呀，根本不是他要玩的，他要玩很大的、很雄壮的、很有力量的东西。挺厉害，就是有一定的威慑力，肯定是孩子王，我是最孩子王的孩子王啊！哇，整个幼儿园都怕我，都听我的。有一个欢喜，王丽，我是超能来了。早上好，早上好，王丽，你看我背后。孩子们陆续入园，各自选择自己喜爱的活动。一群男孩聚集在沙坑旁边。对，你们这些人快出去！你都踩到我的线了，还有你都不许进来。赤莹，叮当也进去吧，佳佳都进去了。可以。那
我可以让我进去吗？雨枫呢？让雨枫进去吧。可以。从池宇阳的状态来看，他是一个领袖，孩子天生的气质类型就是一个孩子王，他总是能把一种力量传递给其他的孩子，他总是能把其他孩子组织起来拢在一起，大家一起去玩。你不愿意让他待在你们的地方里面？谁敢碰我？啊！那你就走开。春阳，你把那个棍子还给我。春阳，你把棍子还给我。春阳，我把吹皮豆的棍子还给他们，不干净好。少废话，把你们打成肉泥。为什么我们都要被你打成肉泥吗？对。池宇阳小的时候那种强势，那种霸气，他的领袖模式是破坏型的。这样一个雄壮的男孩，他发现了自己有力量来去领导别人的时候，他使用的方式是暴力的。要不随便找一个吧。你不可以这样子对付别人。这个棒子本来就是人家那个什么的，就是人家村里的，归别人所有，你给人家抢走了，这是不对的，请你还给别人。在这个世界上用那个暴力去征服别人的人是没有出息的人。谁的？你不可以用暴力，我相信你也不会用暴力去征服别人，对吧？豆豆，你看你要这样要，池阳还是愿意还给你的。池阳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很愿意把你的东西还给你，是你坚持要就会要到的。谢谢你，谢谢你还给他。佳佳，你今天太勇敢了，你帮助程炳栋了，而且想了很多办法，你很勇敢，我抱你一下吧。不要，但是都没用。可是我们已经获得了棍子，走了。获得了棍子，总有一天我会重新抢过来的。来了来了，春阳来了。春阳。2015年，池宇阳在初中体育课上遇到橄榄球，便爱上了这项运动。很快他加入了北京旋风队，成为这个成人橄榄球俱乐部唯一的孩子。给我第一次接触橄榄球的时候，其实我有被震撼的感觉。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啊，然后你每次见到他之前都会有那个心跳的感觉，对不对？就是非常紧张的感觉，因为我太爱橄榄球了。除非是他们这边是压倒性的胜利，然后队里决定就是让所有的这种板凳队员都上去玩一玩，因为他才14岁嘛，不到15岁，这是成年队，所以也大概在保护他。你看那个对抗非常激烈。池宇阳打的是美式橄榄球，为了得到系统化的训练，他开始申请美国高中。请告诉我们你对于在高中期间吸烟喝酒不谈恋爱的态度。因为我一直很想去美国上学，然后我就看了一眼这个学校，然后发现其实这个学校是非常适合我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他有橄榄球队，而且加入这个橄榄球队呢，也是属于我人生目标的一步。如果你真是有一个梦想去拼搏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其实不只是上学赚钱，然后养孩子，然后有媳妇儿什么的，不光是这些，其实还是有很多有意思或者有意义的事等着你去做的。Now see, because you're a teenager, you should see this. He escaped. Okay. 我弟弟也说哥哥现在变了。我说自己有什么变化？他说哥哥以前呢就是晃悠来晃悠去，他说哥哥现在就这样，意思就是目标很明确，就是我橄榄球。橄榄球的这种凶悍和魅力、团队还有激情，那我小的时候是喜欢那种感觉。Thank you.
是打着玩的。那你没跟我说呀？可是我，讨厌！再不讨厌，我掐死你！我去打幺幺零。嗯，可以的。打就打呗。如果他真的掐死我，我会这样做。你把我把你带走，那我把你掐死了，你就打不了了，你也不会说话。好，佳佳，请你离开。老师知道，他不现在就打幺幺零。对他不应该掐死任何人，不打李老师来解决他的问题。我们一会儿如果他真掐，我们会打幺幺零的。那你现在打幺幺零。好的，好的。你刚才扬言要掐死人是吧？如果是扬言有暴力行为，要伤害别人的身体，那你就只好坐在这个地方，不要离开。池一阳的霸道行为点燃了一群家长的愤怒。因为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这么大岁数了，说我们身边有这么一个人哈，说这个长得不得了，然后见面高兴就打，不高兴就怎么？你说你能让那小孩他有什么办法？你说在这里，这里我觉得就需要园里有一个规则来让孩子有安全，一进这个园一进这个门有安全感。对，那好多家长是建议我们把池一阳给弄走算了。实际上我们观察的结果是池一阳为男孩子树立了一个男性的榜样，因为我们搞这个教育就是帮孩子要建构人格，我们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在被池一阳的这个孩子永远的欺负之下，或者几个月欺负之下，使他变得认为这个全世界他是最弱的。这又怎么做呢？听我讲下去。美国高中终于来信了，却并非池一阳期待的消息。负责招生的那个主管，他直接给我来一封邮件，他说你不能来上我们学校，然后因为你不够好。然后我就说我哪儿不够好了、啊？然后我说我也在努力什么的，然后我成绩也有提高什么的。然后他说我们这个学校是为优秀的学生准备的。然后我就觉得，他说我当时周二的时候收到这信以后特别沮丧，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收到这信，一下午都特别难受。然后他等于说从周二一直憋到周五、周六的时候，大概才跟我讲。嗯，他可能自己心里做了一个心理调节吧，觉得能接受了，然后才开始跟我讲。在这种时候遇到挫折是真的是非常难受的，因为你会发现有好多挫折其实你跟身边的人是说不了的，并不能说的。职业橄榄球当然还是我的梦想，我是不会改变，但是它让我看清楚我离我的梦想真正有多远。在重新寻找美国学校的同时，池一阳前往武汉参加比赛，这是他作为球员第一次正式上场。上场知道真正比赛是什么感觉，应该在场上怎么打，然后和队友怎么沟通。当时的技术我的确是不行，还是比较小，但是其实心里感觉还是挺好的。
说实话，我在小的时候就一直幻想，我就能拿着那个球跑啊，就撞开所有人，然后就一直就是跑到那个门里，然后把球扔了。时候我可能是属于一个四分卫的角色，然后呢自己当四分卫，又当跑锋，然后又当外接手那种。对，就是比较喜欢自己就是能得到这个胜利的感觉。好，等等，黄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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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注意了啊，开球。手球犯规，滋儿犯规了。有人手球，发点球，你手碰着了，我没，我看到了，我没，来发点球，来过来，谁过来往里头踢，你们三个人挡着，那才叫真正的球呢。因为他是领袖啊，他都是给别人制定规则，他自己是不愿意遵守规则。那场足球赛我就发现是个机会，所以我就当裁判，因为我想让他体验到输球，能够接纳。在输球的时候不要去打人，在足球场上不管多高都不能拿手拍，都不能拿手碰，可以不可以？可以，我是裁判，我说了算。可以，你是球员，你得听我的。你不知道，我是裁判，你必须得听我的。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我还没学过呢。你怎么知道我没学过？你还没当过球员呢。你必须得听我的，因为我是裁判。你还没踢过球呢。我知道你很伤心，但是呢，你必须得遵守规则。我也不踢了。对方球员都走了，踢不了了。混蛋，混蛋！其他孩子可以再组织足球赛，但是对于池阳这个孩子来说，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他给他建构原则的机会。好了，今天的惩戒活动你就坐到这儿，因为你破坏了原则。请你坐在这儿。难道是永远？你如果想永远，可以的。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可能都带有他天生的气质类型。虽然家长说我不想让我孩子成为熊孩子，成为一个那个孩子王，但是呢，你的孩子天生的气质类型就是一个孩子王，你怎么办？你把他压成不是孩子王的时候，那一天你的孩子也全部完蛋了。所以说，那么我们就支持到他所天生具有的这种人格特质，把这个转化成智慧的、美好的、善的、被别人所接纳的。是，他觉得啊，你非要瞪着他是吗？不能转了，行了吧？你已经瞪了，请坐吧，坐在这儿。我们保护了他的勇敢，保护了他的力量。而去拿掉作为一个领袖身上最不好的东西，就是暴力，不遵守规则。刚才已经犯了错误，你又打错了，所以你得再罚四十，做四分钟，到四分钟打李老师来找你，好吧？老师，我知道你很难受，外头那么好玩，因为你打了人都不能玩了，你得静一静。你出去！出去！池阳终于哭出来了，我就觉得他能哭简直太好了。然后，而且他在这个时候知道羞耻，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奋战，我们都特别特别的欣慰和感动。那阵我的眼泪真的差点流出来，哎呀，我心里真的是觉得有希望了。可以，大林老师爱你，我们还是好朋友。包包包包放那个架子上来浇水，在这个教室里头有。从八学园毕业后，池一阳和大李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络，有时候他还会回到这个曾经成长的地方。哇，孩
还能进去啊？你别进去出不来了。我鞋脱下来了，真的。在里头搞阴谋诡计，进进出出。你在刚来到八雪园的时候，你是一个特别胆小、特别害怕的一个小孩。那时候你三岁多，每当小朋友这样玩的时候，你干嘛？你就两只手贴在墙边，吓得就不得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去解决你的问题，把你的害怕拿掉，敢往上扑。当你开始跟其他小朋友一起跑、一起玩，也敢往大刘老师身上扑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就改变了。我花了一年时间把你的自信抬起来，然后你就成了孩子王了。好几个月的活歌，每天早上组织一帮人都来，然后我们都站在那跟着你一起唱国歌，也不知道为啥。后来想想，可能国歌能够提升你觉得你是领袖的感觉，特群吧。有可能。是这样吗？是我这样吗？对。是我这样吗？对。起来，不言坐。还有脸蛋儿，脸蛋儿一会儿也要刮。鬓角。哪儿？第二次申请美国学校，为了给视频面试的老师留下好印象，池一阳决定刮掉胡子。这是他的人生第一次。我爸还真的难，好娘啊！肯定不像池一阳的范儿，那是。All right, I'm going to ask Ryan, if he's still there. Yeah.You mentioned you love football, and by the way, I'm a fan of American football. I have keeping that for a long time.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it's raining or something, I'll always go. Yeah. Okay, Ryan, your ICEP score is really low. You understand grammar, which is good. You did really well in your listening, but your reading in English is very low.We're going to go back to work, and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go to sleep. Yeah, so you have a good day, and I have yes, a good have weekend. Yes, have a wonderful day, and we'll talk soon.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Miss Tina.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All time. Right. Good night, Ricky. Yeah, bye-bye, Ricky. Bye-bye. Bye. Bye. Bye, Kyle. Bye. Oh. Oh. Oh.
生活也其实过得怎么样？你觉得？啊，还不错。你感觉如何？要多读书。对。食言还不错。啊。期末考试临近，这次成绩对于申请高中非常关键。然而池一阳开始了青春的萌动，早出晚归。反正池一阳那个早恋，这真是没让我没想到，就在这个档口节骨眼上。哎呀，现在就看他这学期成绩还不知道咋样。那边美国那老师又问来着。不过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你要是正常面对的话，他还不会太多的隐瞒。如果要真变成隐瞒的，变成地下的，那就更无法。哎，我也是怕他，你越是高压吧，他越觉得，哎呦，这个就咱们古代老有那种什么爱情故事，什么放大鸳鸯，然后那他俩人更觉得那个好的不得了。今天沟通的特别好。你晚上得到点回来，下放了学别约会了，咱们少约约啊，你得赶紧回来，答应的特别好。一到点儿，哎呀，四点还没回来，怎么五点还没回来，就哎呀，就那开始运气就较劲呢。你们俩谈吧，我走了。你觉得你星期要约会几次？一星期约一次。约一次好，周几？周六。什么时间？周六。上午或者下午。不能影响练球。要么练球完了，要么就是。练球跟这个就是冲突的，你练完了要休息。你明白没有？哪有运动员练完球还要约会的？你知道我在大学原来在系这个足球队踢球，我刚进大学的时候踢得特别好，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弱呀？后来大学就跟你妈谈恋爱，我真的就特别弱，我就觉得就是所有哎呦，我就所有的大学进大学那些人怎么都越踢越好？你要这种松松垮垮，你现在就别打橄榄球了，也没什么意思，你也打不出来。哎呀，我去吧，你去写作业去吧。可能小的时候我对他管的也少，小的时候因为那个理念嘛，然后我也工作忙，然后就觉得当时有个错误的观点，就是我就把这个家甩给宾大了，我就说这家里事儿你就管呗，你不上班你还能管不好吗？那时候还能埋怨他，实际上那会儿是我对这样管的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跟我爸的关系特别不好，几乎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当中，然后想出来，想去努力的认真学习，然后恢复跟家人的关系，会发现就是当时是特别的难的。第二次申请再次被拒，学习成绩一直是池一阳的软肋。升入小学后，池一阳很难适应课堂教学，成绩不好，常常受到老师批评。那是明知故犯呗，天天都强调要有时间观念，要有时间观念，老师都来了，等着你上课呢。站好了，别往那靠着，手放好了。第二段，谁来为大家读？不讲法，大家读。
在小学的时候吧，学校是一个非常我不喜欢的地方啊。我每天几乎在学校都是混，就是也不好学习，然后作业也不写，然后怎么着就成天知道玩儿。这种时候其实心里并不觉得开心或者高兴，只是觉得就是有时候玩完了之后心里高兴完了之后是空虚的。今天早上起床我就想，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什么时候我才能不用学习了呀？这一想我就感觉昏天黑地，就感觉我们人生没有希望，我人生什么目标也没有，就这世界上没有需要我的地方。我觉得好像他失去了以前那个就更开放更那个更有天性那个感觉，然后现在觉得好像很沉重的。我有时候在想，我说这是迟一阳吗？可能老师不会给他什么，但是他自己会去比，他自己会去体会周围这些孩子对他的感受，然后体会他自己在学习上的这个这个结果，他自己看到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他心里想要得到的。你看迟阳现在学习压力也挺大的，学习成绩虽然说有进步，一直也很吃力。对，你觉得将来要一直这样下去，他自己是不是也觉得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应该还不会太差。这个太差的意思就是说，至少他会，是说经历过很多事情以后，做一件他将来应该是起码是自己愿意的事情。你不管你将来想做什么，学习呢只是一个途径。你不管想做什么，都需要掌握知识，掌握技能。那你就耐心呢，就是说我就尽力，就为了我将来的那个梦想去学习。多给他几次机会，多给他一些事情的机会，然后让他体验呗。让他自己走过去。了解到迟一阳的情况，大理老师邀请他回巴学园做义工。他之前有点不太想去，后来我就跟他说，上那儿也挺好的，还能回忆你的巴学园的过去哈。那个时候他放开的天性，我还是挺留念的。大家好，我叫迟一阳。今年十岁了，我现在上五年级。今天开始，我现在就是可以说是你们的老师吧，可以帮助你们。我觉得你应该这样画一朵云彩。你这个是什么？机器人。机器人。虽然说有点累吧，但确实挺好玩的。对不起，我抱抱你。陪孩子们玩，反正挺愉快的，有好多小孩还特可爱的。反正我觉得他们挺喜欢我的，可是我长大了就不一定这么招人喜欢。
他来到巴学园以后，躺在滑梯上，深情地用手摸着幼儿园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我们会看到孩子内心的那种复杂的情感。那个时候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忧伤和不自信，我心里真的是心如刀绞了。有生命的，你要画得太直了，画得太直了，它就像是直僵僵的，就没有生命的感觉了。你还说你不会画，一上手就这么厉害，还说不会画，画得很好。天生我材必有用啊，赤羊他有他的天生的才华在那。如果我们成人能够发现孩子的特征，把他这个特长加以发挥去培养的话，可能每个人都会成才。像这样子鼓着脸应该是花的。从父母这方面我们来看，迟一阳可能我们可以认定就是他不属于学习很突出的，然后走很稳重的学习路线的孩子，我们很能接受这个现实。觉得就是在学习上可能他没有很好的自信，所以我们会在其他方面尽量给他补回来。这是迟一阳哦，能帮他找到一些自信吧，在其他方面。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高铁动车组列车。2016年8月，迟一阳被国家队主教练选中，前往哈尔滨参加橄榄球青年组世锦赛。中国队和美国队在一起训练，球场上热火朝天，但迟一阳却没有出现。今天上午，算是今天中午吧，所有你们都没有出现，跟美国队的合练都没有出现。28个人。如果你们想玩，如果你们想开心、想 happy， 随时都可以，但不是在这儿。你们自己可以想想，这辈子你们有多少机会去穿上这个带国旗的衣服？有多少次？这一辈子能有几次？当时中美合训，我是特别想去的。我们五个全喝多了，没有任何一个人赶回去，非常非常的不好，非常，其实我挺后悔的，其实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吧。一直我都说橄榄球是把一个男孩变成男人一个最好的过程。如果你们只是简单认为橄榄球我就是撞几下人，橄榄球就是我把别人放倒在地上，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们，这么些年球你们都白打了。但是在中国比赛，所有人都会听见你们说什么，所有人都会看到你们做什么。你们代表的不是你们自己，你们代表的是中国人啊！趴下，1人20俯卧撑，训练了干什么呢？摔头盔，做60，所有人趴下，俯卧撑30，所有人趴下再做10个，再做10个，再做。
快坐，全体趴下，趴下。带口是你的，杨兄。快点，快坐。所有人都趴下，跟着他俩一块坐。你等等，听不见？把你们先救两张，够不够？够用他都搞不清了。下组，下组，快快快！前后，前后。比赛即将拉开帷幕。来自八个国家的球队要在接下来的两周内一比高下。我们当时心态是，说实话，看到其他队伍的比赛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肯定会输，这个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虽然是输啊，但是要好好打好比赛，就是能输的越少越好，就证明你努力，真的去努力去打。我看你是流鼻血了是吧？啊。是碰着了是吧？没关系。现在向主席台走来的是澳大利亚代表队，欢迎龙道队，龙道主，中国队。中国的小伙子们第一次踏上国际美感联的绿茵战场。橄榄球是一项非常原始的运动，更像是一场战争。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打仗，其实和现在一样。因为在穿上甲和头盔，站在球场上，拿着球和队友站在一起，真的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过来，轻轻从中间转，不让停了，冲进去！喊喊，让所有人都听见，其他人进去！和我们大概同样年龄的人，我们的水平和技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下这个决心，我要达到就是日本队甚至美国队就是最强的拿冠军的队的这个级别。Hi, this is Ryan. Can you hear me?Hi, Ryan. I'm Mrs. Kaczynski. How are you? I'm good. Thank you. Good. It's really. 世锦赛结束后，池一阳第三次申请美国高中。Yes, it sounds like you're. I read through your biography, and it sounds like you really like American football. Yeah. That's my favorite sport. It's where my. 他这段时间，老师反映的就是说也努力，就他的作业完成情况啊，看了他也在尽力。所以非常非常幸运，就是给池阳的这个门好像永远都没有关上。但是呢，池阳也，这也是一些教训，就是说给你开了一个门，你自己不去努力，不去争取，然后门就关上了。池一阳终于收到美国高中录取通知书，这个夏天他将独自赴美追求他的橄榄球梦想。学开飞机。我开爸爸那大车带着他们四个，您不用打车。这次池阳去美国，妈妈现在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还在忙忙叨叨啊，就还有个兴奋呢。真的是要说尘埃落定了，然后静下来了，就我们俩大眼瞪小眼，那会儿他就该有该有感觉。
我也能感觉到这个孩子已经是心已经离开了，就跟那鸟想出去飞一飞啊，他已经心不在这儿了。三分零八九，球打了不错，他打到了，崔乐欣探头把球打死，又是他第一个赛点，第一个金牌点，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太神奇了！十二年后，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在美国，池一阳加入了高中橄榄球队。每年三个月的赛季，他和队友们要和来自不同学校的球队进行比赛。真正接触到以后，我发现高中球队真的要是会打人非常强，大家想打球的人都想打球，所以说互相都在竞争，互相在比，在球场上谁能跑得快，然后谁能打出更多的好球，然后谁能做出更好的情报。职业橄榄球当然是我的梦，它一直都是我的梦。我相信，只要你肯付出，不管白人还是黑人，他们天赋再好，你也能用你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来超越他们。Crisis has taken another staggering turn for the worse. More than 77,000 new cases were reported yesterday. 这次疫情对你影响有多大？这次疫情的影响不光对我吧，对全人类影响都挺大的，真的。这次因为疫情，我直接就这学期上了三周课，大概。那你到了大学还准备继续打球吗？那肯定啊，因为打球就是打球还是我最喜欢的，现在最喜欢的一样东西。就是如果你现在让我再把头盔什么的穿上，你再让我往球场上走和着队伍，我现在还是会就是肾上腺素疯狂的分泌，然后呢血液我这是疯狂上头。你2016年来的，对不对？经过这四年，有什么新的认识吗？感觉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事情让我去做，然后更多的事情能去做。那你觉得目前这个打球这件事儿还不能充分的表达你的生命？对，因为打球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吧，就是仅仅他打球的本身，就算是对于这个职业打球选手来说，只是他们生命中短暂的那几年，所以说肯定有一个更大的在他生命中有意义的东西。这真有可能是我一个人生目标，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用一辈子去追求的。